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转眼已经两个半小时过去了。按正常的演出，现在就应该可以了。我不知道大家的情绪还高不高。对，后面都没鼓掌呢，你看看。哎，我说要不行咱就算了，这事儿咱都好商量啊。大伙儿精神抖擞，精神饱满，咱就接着演。如果说大伙儿累了，咱今天就到这儿行不行？不行不行，给我一个我听听好不好？来，得嘞得嘞，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么继续有请岳云鹏、孙越为大家献上精彩的相声学歌曲。哟，我以为要炸了呢。谢谢谢谢，我的天哪！谢谢谢谢，请你们先回去，我再说一遍，请你们先回去好吗？咱们演出要进行，演出要进行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特别感谢大家啊，对二位演员的喜爱，咱们最好这样影响演出，这大伙儿都受影响啊。等一会儿演完了之后，我把小月关一小黑屋，给喜欢他的都给弄个那屋去啊，好不好？行，我这我替您一会儿给他啊。行，咱们各位照相的，咱们先回到座位上啊。哎，谢谢谢谢你们理解，谢谢。我知道你们喜欢我，谢谢，我也喜欢你们，我真的想跟你们走，可是我。一个大老爷们儿就算了，真有意思。也是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没怎么见过世面，可能。啊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啊！好，真的是个汉子。好，谢谢。这还是刚才那个吗？不是了哈，我嫁给你，嫁给你，好，好，你说多少钱？你说，嫁给他，不是卖是的，倒贴，我的天哪，倒贴贴多少？得看，发红包，发红包，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已经涨价了，调价了，不聊这些了啊，摇一摇。你怎么又上来了？你为了赚收视率，你疯了吧你？台上不能放东西啊，一会儿万一你们忘了怎么办呢？走，跟辣椒成精似的，一趟一趟的。你不许翻我们东西啊！我告诉你。好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。刚才人家连说带唱说了一段刘鹤春，刘鹤春是一个特别传奇的人物，啊，当过和尚，喇嘛。喇嘛，当过喇嘛，后来又回来，又说相声，对，又说相声，然后估计过两天还得去啊，回来休假来了。接下来我们二位给您唱一回，好啊。其实熟悉我的朋友您都知道，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一个演员。您是爱唱的演员，因为什么呢？就还因为什么还？我昌平人。你不是河南吗？你怎么了你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嫂子好。那对，我就打小啊，我就保护好我这嫂子。就长大以后呢，说实话，这两年就抽烟，把这个嫂子给糟践了。没有关系啊，今天拿出我最好的状态。你是没有关系，咱站台上能不胡说八道吗？谁胡说八道了？不是你嫂子好，你告诉我们干嘛呀？你还打小保护你这嫂子？怎么着？我听说长大了，抽烟。就给人糟践了，怎么了哥？你看我哥怎么了？这是，我没怎么，我掉沟里了。那得多大的沟啊！你玩去，
嗓子，你说清楚了，嗓子还不错，嗓子、嗯、首先说我们本门的功课，这叫太平歌词，相声本门。有的朋友说了太平歌词不好听，是啊，不好听没关系啊，怎么样，仔细听啊，越听越不好听。哎，那还是不好听啊，经常听，连续听三月怎么样，你就吐了。哎，这么难听吗？太难听了。是啊，所以说很少有人唱。没错，我给您唱两句啊。好，太平歌词有这么一段叫做《白蛇传》，白蛇传，唱给大家。白蛇传、啊，杭州，哎呀，这个嗓子真是，哎呀，好。你怎么了你？嗓子好啊。你唱完了再夸自己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。您这一句就怎么样啊？杭州美景盖世无双。哎，听的是什么呀？嗖。什么叫嗖？最后这个甩腔尾音双。不对，双。您这是鬼叫。你才鬼叫呢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。往下，杭，你就会这一句啊？你猜对了。我这还用猜吗？我这这一句就不容易。这还不容易呢？这是我们本门的功课，是太平歌词。哦，其他唱什么都归是学唱。学唱类，我给您唱一回，我让你猜好不好？猜什么呀？谁唱的什么歌曲？演唱者歌曲名。稍微有些难度。争取没有难度吧。听这个啊。啊，您唱一个。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，这头一句啊就是歌名，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。行了，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，这头一句就是歌名。哦，嗨，怨我了，怨我了。还怨你了你？听这个啊，好多歌都这样，这个你就猜不上来了。你来来来，太简单了。当你老了，还是头一句吧。头发白了，我知道。当睡意昏沉，当你老了，别唱了，知道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哎呀，好听。你说你唱这么多有什么用？头一句不就唱了？什么歌？当你老了，当你姥姥，当哎，当你姥爷，我多的骂街了。当你祖宗，不是，这歌叫当你老了，对，当你老了，骂什么街？怨我了，第一句又把歌名唱出来了。这是第一句就是歌名，现在你听这个，太简单了，这个都听这个，来来来，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？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。这名这么长呢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还有、啊、我一直都跟随你的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。第一句我都忘了。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过火儿。对不对？你他妈吓我一跳你。我这一直想着什么时候唱头一句呢，还你太过火了。过火对不对？啊啊，那行，你要说不对第一句我还真想不起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吓死我了。过火过火，对。怎么忍心怪你
是我给你自由。对，过会儿。才会陷入怎么忍心让你，是我给你自由。大爷嗨起来，你就别瞎招了，过会儿没错，过会儿对不对？对对对了吧，对对对，哎，好听吗？还行还行还行。哎，我好好给大伙唱一首歌曲。你还好好唱这个橄榄籽儿，那不是橄榄树，这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一首。您先说清楚了，橄榄树，橄榄树不是橄榄籽，也不是橄榄籽，不是橄榄菜啊，橄榄油呢还以为，橄榄油，哎，叫橄榄树，橄榄树，橄榄树，这谁唱来的？齐豫啊，齐豫，特别好听。您会唱啊？我也会会。嗯，怎么了？不要问我呀，您能唱完再陶醉吗？啊，我怎么了这是？真的高潮了，真的，哎呀，好啊这。不要问我，您快唱。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哎，您等会儿，我会告诉你，这不是了，这个，我有多真，这个，哎，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。再来一遍，还来什么来？太阳有多高，有多真，大妈，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这老两口子，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。哎呀，哎，哪句有橄榄树的事儿？没有橄榄树吗？这不是杨钰莹吗？哦，对对对，杨钰莹，不是齐豫，不是齐，这钰莹啊。不要问我。不要问，啊，你好好。不要问我一生曾经，刘德华，改德华了，刘德华也不对。不要问，啊，对对对，不要问我，不，哦，对对对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哎哎，对对对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不是河南吗？真是我一会儿打死你个龟孙儿！我你一下显得我特别土，干什么？我没说濮阳就不错了，一下弄得我很村庄。哎呀，真是！你废话，你这睁眼说瞎话，你不河南的吗？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河南。我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。不一样的。为什么流浪？躲债吧。流浪远方，流浪。够浪的，反正是。好听吗？还行，好听。第二句比较点睛。哎，我的故乡在河南。就这一句实话。这些歌啊。我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，很多歌曲跟这个相声有些关系。跟相声什么关系？说相声以北京音为主，甭管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说的相声都是以北京音为主。北京话，北京话很多这个儿化音。嗯，像比如说啊，儿化音搁的地方它不一样。儿化音，有的搁在头一个字，有的搁在中间那个字，有的搁在最后那个字，搁的地儿不一样。有的，你比如说啊，这个馅饼，馅馅就是儿化音。哦，馅后有儿，馅哪儿去？哪儿就是儿化音。哦，中间那个字也有啊。是啊，说这人特别轴怎么说呀？怎么说？一根筋，一根，很少有说一根筋，没有这么说。哦，这不好听。三轮车，轮，哎，三轮车，三轮车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儿化音，儿化音，最后那个字更多了。您说说，什么于谦儿啊，谦儿，什么抽着烟儿啊，哎呦，烫一卷儿，穿一花裤衩儿，你看这，这于谦下夜班。都是儿化音。嗯嗯，但是儿化音加到歌曲里头就不好听了。不一定吧，不好听了。好多那个民歌都有儿化音。对，有儿化音。对， 我给您唱一个加儿化音好听的歌曲。可以啊，注意听啊。您来，那孩子妈妈给他喂个，捧我捧我，谢谢谢谢。你是夸他唱歌，那夸喂奶呢？谢谢。
马儿啊、哎、来来好嗯什么儿化音，好，加儿化音好听的歌曲啊！嗯，您唱，谢谢啊，谢谢谢。你慢些走，喂，慢些走，喂，你看多好听，但是哪儿好听了？怎么这么难听呢？这词儿唱的，好的，跟喊冤的似的。好听，我认为好听。太难听了，但是加到别的歌曲里头就不好听了。是吗？嗯，不好听。啊、加的什么歌？你是我的眼儿，眼儿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，因为你是我的眼儿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做地图上了。我说我的眼里只有……呦呦呦，可以可以，太脏了，不好听吧？嗯，对不对？再给您唱一个啊、嗯、这个芹菜什么蔡琴的一首歌曲，您想清楚了，被遗忘的时光，哎呦，给大家，这是无间道其中有一个一点点的插曲，是经典，特别好听，在我唱的时候大伙儿最好闭上眼睛听、为什么，哎呀，好听好听 啊蔡琴又活了、哎、压根儿也没死，干嘛还又活了，没有死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这个嘴比较丧气，嗯，人就丧气，我看被遗忘的时光啊，您好好唱，是谁？有点意思啊。送你来到我身边。你就不能对一回吗？是那。行，别唱，不是这歌。圆圆的明月，明月。错了。是那沉沉。这还憋着跳呢，你看了吗？这是蔡琴吗？这不兔子精吗？想起了兔子精，你又开心了吧？我开什么心啊？想起嫦娥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今天你是你管着我们呢？你大中秋的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？你是不是后悔当初？你管着吗？那么调戏他？你闭嘴！后来落到猪圈里。你落猪圈里？落猪圈砸你脸上了也是。唱错了，唱错了。废话，你说他干嘛？是谁在耳边爱我永不变，只为这一句啊，断肠也无怨，人心碎梦缠绵，西湖的水，我情愿啊啊！哎呀，好听！哎呦呦呦！您先别乐了啊！这是蔡琴吗？这不《白蛇传》吗？不是吗？唱半天一嘴的妖精，你看吗？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唱这个歌，他不会唱，他只会啊。废话，那简单那个。是谁？好好的。在耳边。爱我永不变，只为这一句啊，断肠也无怨。人心碎梦缠绵，啊啊啊，西湖的水，我情愿。后面的朋友啊，其实到底是端午节还是中秋节？我纳了闷了，后台那么远，还有那么多人，你们为什么坐那么靠后？你们是真的没有钱吗？你回来，回来，真有意思，坐那么后，歌唱不对，还得罪一片人，还得。
我错了。您就你是错了，你这没对过你，你会不会蔡琴的歌啊？怎么唱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真行。是谁在唱歌？哎，等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您能不能对了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哎，行啊，有点意思啊。是谁还敲打我窗？是谁玩命的敲打我窗？刘大爷。好吧，你赢了。废话，玩命敲窗户。哎呀，我们正在弄聚宝盆。你都没没有啊？好好的来唱好的，唱好的。嗯。唱一个什么呢？嗯，哎，五环之歌一唱就结束了。刚才是这样吧，我出个主意。宋江一唱全结束了。嗯，我唱个，我出个主意。刚才我拿这个大爷和大妈调侃，让大爷大妈点一个我会唱的，好不好？以表歉意，我们小孩不懂事儿，拿您开心，也不是拿您开心，拿您抓根啊，拿您抓根，这是我们的不对。你要是往心里去就是您的不对了。你们讲不讲理啊？大爷大妈你点一个我会唱，我唱。你有什么想听的啊？哦，大妈说了五环之歌随便唱是吗？您想听什么的？大妈生气了。大妈大妈大妈你不用理我，我们就是这么没有底线。 这都不叫事儿、嗯、真的不叫事儿，无所谓、嗯、大妈过年好。过年好。再来个什么？探清水河。哦，这北京的。这个我不会。不会乐什么？给你词儿。这样吧，我唱两句恶心的歌曲好不好？什么叫恶心呢？听起来特别恶心。是啊。嗯，多恶心。往事只能回味，一会儿唱一会儿唱。妹妹妹妹要是来看我，不要从那小路来，小路上的毒蛇多，小心咬了妹妹的脚。妹妹要是来看我，不要坐那飞机来、啊、飞机上的流氓多、啊、我怕妹妹跟别人过。妹妹要是来看我，我不会唱了，唱的流氓就可以了。嗯，还有什么？你看我这人不吝啬，只要我会我就唱。对，能会他就唱，对不对？宋新郎一宋新郎一唱的全结束了，最后再唱。对，着什么急、啊、我好好给大伙唱一个五环之歌。再说了，我给你咬一个，我用你们好不好？因为时间不早了，你看这都哪有表？我以为我有表，其实呢，没有。啊，五环！哇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场面，真的。你等会儿，骗你是小狗，骗你是孙子，我啊，就这个一啊的时候，全体同时亮起了手机。哇，还真是啊！你看这个场面，好 iPad 举着啊。啊，再来一回，让我感受一下。都放，都放下，都放下，都放下。哎呀，你们就举起来，都放下啊！来一啊，哎呀，哎呦，震撼！我的天哪，震撼！好震撼，就跟台底发炎了似的，好震撼！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啊。你
比刘欢少一欢，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欢，修到七欢怎么办，你比五欢多两欢。哎，爱听这个啊，我发现一个情况，嗯，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，要脸。我特别讨厌你这句话，什么叫要脸，什么叫要脸，什么年头什么时代了还要脸，什么时代也得要脸呢、啊、今天不要了，不要了好不好，因为你琢磨这个道理啊，你要脸你身边的朋友也要脸，你不要脸你身边的朋友也会不要脸，他不好意思要脸、啊、是不是、嗯、所以说都不要脸了有什么了，脸有什么了，对不对，都跟你似的度过一个开心难忘的不要脸的十点多啊，不要脸啊，好好好继续啊，五环，很多朋友把闪光灯打开了，咱们 来玩一个这个好不好，把闪光灯打开，把灯都亮起来，哎都亮起来，哎哇都打开，今夜星光璀璨，就差一个月亮了，真的，如果有一个月亮咱们一起赏月多漂亮啊，中间那谁有大点的灯，把灯关了，把灯关了，舞台灯关掉，还要求关灯，哇哇好刺激，孙悦不要摸我屁股啊，谁摸你屁股了，我摸的脸好好好，哎呀真是，请第四排第五排 那大哥把手机放下啊，为什么，他拿的是诺基亚，瞧灯你都能瞧着，诺基亚没有闪光灯啊、哎、好好，那有的都打起来，中间这儿空都打开，都打开，大爷有灯吗，大爷有手机吗，啊、哎哦、没有，好啊，啊五环，啊终于有一天修到七环，你比五环，好谢谢谢谢，我是发现这一关灯不要脸的就多了，真是好开心啊、嗯、没有想到我是一个臭说相声的那种，什么词儿的讲那个演唱会的感觉啊，嗯，接下来给大伙唱一个是谁系列，什么呀，青藏高原，哦哦，是谁带来、哎、是我宝贝儿你带得来吗，我能把你带走，嗯，您先等会儿啊，怎么了，您别一激动什么歌都唱，我开心，你开心我知道，青藏高原这歌大家都知道，嗯，你前面好唱，嗯，最后结尾有一高八度滋亮就上去了，那个你想多了，怎么想多了，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，祝你平安，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，是谁留下，我能歇会儿，难道说还有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，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
一座座山川相连，呀嘛得。回来，回来。什么词儿啊？呀嘛得。哦，你最近接什么新戏了？哦，我最近接了个日本戏。哎呀，已经拍这种合资的戏了？啊，不是。亚麻酥。亚麻酥。全魔镜不是？没还亚拉酥。对。不是你唱不唱上去？我试试，我练了好几天了。练好几天。亚拉酥。那就是青藏高原，亚拉索，那就是青藏高。一起唱，一起唱，谢谢。谢谢，一定会再来一个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哎呀，你们让不让一个来一个？哎呦，放贫僧西去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接下来的时间是我跟大家说心里话的时间。那聊天的时间了。真的是聊天的时间。刚才一上场的时候我就说，过了年，今年确实非常的忙。然后从现在往前倒八九个月过去了，我基本上休息了没几天，并不是在抱怨什么，并不是在说什么，是因为自己确实太忙了，确实闲事太多也大、啊、确实太火了。那个我你呀就是作死。3月31号是欢乐喜剧人最后一期的录制，然后4月1号一早我就去印度了拍电影，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《大闹天竺》，希望大伙能够关注。12月23号王宝强的导演，我跟宝宝的第一次合作，希望大伙能够关注、也能够喜欢。之后呢我又去重庆拍了一个电影叫做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，在这个月的月底9月29号就会上映。我跟超哥、百合、杨洋、张天爱、柳岩、我特别不喜欢唱过火那首歌，因为什么呀？张信哲说了，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，他跟我装，怎么可能无动于衷？对呀、还有杜鹃，我们几个演的一个电影，朋友们可能不太清楚，百合刚才就坐在那儿，他已经走了啊，白百合走了啊，我说让他唱首歌，上来唱首歌，当时就走了。什么朋友，这都是脾气就这么大啊！他说羽凡想他了，真讨厌羽凡，真是气人啊！9月29号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。对，今天还要做一个广告，就是感谢今天的这个赞助商，冠名商、叫做浦发信用卡，希望大伙儿都能够喜欢，都能够使用啊！谢谢，随便刷、对，就买点前排的票。对，随便刷一刷，歘就会发现，哇，还得还钱，多新鲜呢！啊，跑这拉亏工去了。谢谢。记住这个日子啊，9月29号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12月23号，大闹天竺。没错。朋友们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咱们可以共同探讨，共同。缺不缺经纪人？啊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话题啊。我们尽量在回避这样的问题。对了，是因为这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是。给宝宝一些时间，我们爱他，我们继续爱他。他是一个特别天真、特别好的一个小伙子。对。好了，还有别的吗？什么？再来一遍什么？
刚才有人点歌《探清水河》，其实我会唱两句，我会唱几句，咱就唱几句，好吗？我真的是一个不吝啬的人。对，《探清水河》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小曲儿，唱到哪儿算哪儿。啊，有这么一个电影叫《林海雪原》，嗯，看了吗？里边有一句“提起那宋老三，对，两口子卖大烟”，这是第二段啊，他就出自这个啊。我就想起哪句就唱哪句，唱着唱着就忘了也没有关系，我就让大伙儿鼓掌。啊，就把这个事儿折过去了啊。嗯，高级。嗯，桃叶那尖上尖，柳叶儿遮满了天。在其位的这个明那公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。提起那宋老三，两口子卖大烟，一辈子无有儿，生了一个女儿婵娟呐、啊，小女儿为年长那一十六啊，娶了个乳名儿，荷花丸子叫大莲，姑娘叫大莲。尊俏好容易言，似鲜花无人采，琵琶断弦无人弹呐、啊，奴好比貂蝉，俺思吕布啊，又好比阎婆惜，坐楼想张三。唱两句就得了啊。嗯嗯，还有什么想大伙想知道的问题？郭德纲去哪儿了？我师父他现在在加拿大的吧？加拿大温哥华演出。对对对，嗯，出去赚钱了。他已经好久我们要去的不是今儿都不干了吗？对，他已经好久不带我演出了。小苹果，于谦抽烟，学个于谦抽烟是不是？学于谦抽烟啊，那分分钟的事儿，我的天哪！这是于谦抽筋儿，这是。哎呦，这好！哎，对对对啊，没有拍到，再来一遍啊！好，拿起你的手机，一从点烟开始。哎呦，好的了，好了，我都缺氧了，我。再来一遍，憋过去了。让孙越来一个，好不好？我来不了这个，我不抽烟，所以我来不了这个。好。说点别的吧。我来不了这个，我又不抽烟，主要是。对，你说几层？没有什么聊天的了哈，没有什么聊天的，我就给大伙儿献一个不一样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我给大伙儿唱一个不一样的歌曲。什么歌？一首闽南语的歌曲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叫做什么呀？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，走。还配乐呢？音乐。还有音乐。
这么垮呀、啊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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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唱这个歌，第一次唱这个。我在欢乐喜剧人的时候唱过一回，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闽南语歌曲。啊，接下来欢乐喜剧人最后一期的时候，我跟贾玲那首歌曲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对，唱给大家，会唱的，咱们一起唱，好不好？这比那好听多了。往事只能回味，来，走你。坐回去，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结束，后面还有一个，注意安全啊，注意安全、啊、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对，请坐回去好吗？我求你们了，谢谢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坐回去，坐回去，谢谢谢谢，请坐回去，谢谢，注意安全。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来，往后坐一下，还没有结束、哦、好，谢谢，请大家注意安全，谢谢谢谢，请大家坐好坐好坐好，请大家坐好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向大家能够记住今天的演出，演出远远没有结束，请坐好好吗？我求你们了，不是一唱歌就结束了。您花钱买的票，大家花钱也是买的票，对，你跟大家的心情是一样一样的。什么？那怎么办？你退票要脸吗？都看到这会儿了，要退票？这都快结束了，你退票？再来一段哈。来段什么？宋情郎，别着急，宋情郎是最后的。宋情郎一唱的全结束了。我今天来了一个朋友，我知道他也会唱歌。小花，小花，你小花在吗？在呢吗？小花，小花敢不敢唱？那有什么不敢的？以他的性格。小花走了。在没在？走了。哪儿呢？站起来，我看看。真走了，那算了，真走了。
对，宋小花啊。啊？走了吗？走了吗？刚走啊。这个臭不要脸。你交的都什么朋友啊？他说他不走的。好。哪有电话呀、啊？算了算了，这都是朋友吗？他走了，他可能去点菜去了啊。哎、对，这个吃货。还有什么？因为爱情。青城山下，白素贞。洞中千年修此生，我怎么就会女人的歌曲呢？怎么就？就是个女人。汪峰的。嚯、哦，还来汪峰的。春天里。您还会春天里呢？那当然了。哎、长能耐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、哎哎、到山顶我走。哎哎、这是汪峰吧？这个。这不大，这是春天里，这不大花轿吗？火风，火风，这没叫风就行了。汪峰，春天里，春天里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高高的太阳当头照，照到了我的破衣裳，浪里个浪。这我比你熟，知道吗？你唱一个来。我不，你唱春天里啊。还别起着哄啊，你自己唱春天里唱不上来，你拿我折是吧？甭看回来啊，春天里会不会先唱出来？春天里会不会？人家让你唱的。你甭，你先唱春，你先唱对了，你把春天里唱对了我听听。春天在哪里呀？不对，春天里不知道。1979年，哎哎哎，那是一个春天。汪峰，春天里。有一位。汪峰。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。哎、这个吗？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，没有信用卡，没有他，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。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，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，我拿着我那破木吉他，来到了北京五环之上。没地儿唱，别唱。谢谢，我再给大家说一段啊。好好说一个吧。对，好好说一个。嗯，说点什么呀？大伙儿听的是相声。嗯，并。这一场的哪个让说呀？说点什么呢？说点孙老师的事儿吧。说我多没劲。你说我有什么意思吗？孙老师这个人呢，确实是一个挺逗的一个人。他这些年买房买车呀什么的，确实是有钱。还挣了点。确实啊。最近瘦了，确实最近瘦了、嗯、是因为皱瘦。皱瘦是因为什么叫皱瘦？就突然间瘦了。啊、哦、对，突然间瘦了。最近也是不怎么突然间瘦了。是因为癌症。你等会儿，他们都没告诉我吗？医生你别吓我行吗？医生不敢。别胡说八道。不是就是累的，最近、啊、事也多。什么癌呀、啊、腿肚子癌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叫什么癌？这叫腿肚子转筋了。没听着，最近累的，确实挺辛苦的啊。嗯、说点什么？请文明观影啊！对对对，怎么没想到你们这样啊？真是的，说的那个部位我都没有听说过。哎，好，那个说点什么呢？说点孙老师的事情。孙老师这两年啊，确实出去卖去，他挣钱了。你等会儿。您这说这话老跟犯法的似的。怎么了？什么叫出去卖去？出去卖艺，说相声。出去演出。挣钱了吧？挣了。买房了？买了。没有买车。为什么？不会开。啊，没本儿。上哪儿去呢？就坐公交车。他现在方便。买了一张公交卡。对。在这个公交卡里边充了30万。哦。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。您等会儿吧。人家勇往直前。你甭勇往直前了，充30万。嗯，有30万买个本儿，买个车，雇个司机都够了吧？你不喜欢？怎么不喜欢？不喜欢就喜欢坐公交车啊，方便。哎，嗯，他那个卡是托人办的学生卡，
好，等于里头有60万，那是能刷到你死，知道吗？你这意思刷不完还不能死了？不能死，能死，不能死，不能死，随时都能死。不，我要坚持刷完。他那个卡呀，也怕丢，那是就塞到自己的一分裤里边了，啊，就上公交车。您等会儿吧，我知道7分裤、9分裤，什么叫一分裤啊？给我装，给我装，就内裤。30万的卡，塞在裤衩里，防盗的。哦，带拉锁兜的。对了，那现在可能不多见了啊。啊，是是是。过去有那个防盗裤衩。过去有。拉链在外头。对对对。一般的拉链都在外头。那是。他那个。你看这相声好说了啊，说一半大伙就能明白了。他那个拉链在里头。你给我等会儿吧你啊，把拉链在里头。对。那怕什么丢了啊？那我敢问阁下有什么呀？你装什么傻呀？这他就是穿反了，就是穿反了。吓我这一跳！塞那儿上公交车，塞那儿一上公交车，发现一个情况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刷卡机装的比较高，我的个儿也矮，你这怎么办？嗯，你愣怼？没有，怼不上。嗯，怼不准。嗯，你蹦起来怼？没有，蹦起来容易把自己挂那儿。哪儿有钩啊？这怎么办？嗯，掏吧，掏卡。哎呦，您等等，哎，别捂了，别捂了，您等，公交车那么些人当人面，这。不好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丢人，他也难受的哈。是是是，因为他也怕掏出别的来。对，掏，就掏出卡来啊，怕掏出别的卡来。哎，说清楚了，把卡掏出来，刷卡，噔，塞回去了，怕丢啊？哎呦呦呦呦呦！常坐公交的朋友听得出来，怎么呢？他用的确实是学生卡。怎么呢？因为学生卡响声比较长。是啊，老百姓的卡噔就完了，短。售票员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得问他几句，询问。这位同志。我呀，我看您是30后的吧？我30后的。你怎么还用学生卡呀？发现了。哪个学校的呀？哪学校？老师啊，老师，我是北京市智障二中的。这智障还有一中啊？你大哥？你大哥？你大哥一中一霸？一中一霸？你等会儿，智障一中，嗯，一中一霸，嗯，那不就傻子头吗？就他比别人傻的厉害，那管什么用啊？那个傻的那么不要命。哎，对，好。哎呦，小伙子，智障二中，对不起啊。嗯，对不起，小伙子，待着吧。不理我了，站着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旁边有个座儿，他都不敢坐。为什么？他怕一坐啊，把这个卡撅折了。哎呦呦呦，卡一折容易把别的拉着。这叫什么话？这叫你就在没有啊？就在那站着，坐你。就这会儿，他想放屁。你看我怎么这么些毛病、啊、您说放还是不放？不能放。不放吧太难受了。难受也不能放。放了吧，公交车上这么多人呢。这不能放。最后经过很激烈很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不放。不放。嗯，输给了放。你绕这弯有意思吗？就展开了殊死搏斗，放赢了。哎，对，放赢，放赢的嘛，那就放吧、嗯、哎呀，俗话说得好，响屁不臭啊，臭屁不响。哎呦，那天他放了一个特别不响的屁，那就是可臭了，放了5分钟。对，5分钟，5分钟放完他都瘦了。哎，对，我是屁撑的，我是、嗯、公交车里受得了吗？怎么受不了啊？谁也看不见谁了。没有啊，浓烟滚滚、哦、行了，都辣眼呢。别说了，就有一大姐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有受不了的，得说他几句。说我，这位同志，你干嘛咬着牙呀？不敢张嘴呀。张嘴怎么了？张了嘴一会儿呛死，算自杀算他杀呀？哪儿这么厉害呀？到时候法医一验尸，哇塞，这是屁杀！哎，对，好，验的还真准。任同志，嗯，你疯了吗你？他骂街了，他还说话呢。我说什么呀？大姐啊，你能看得见我吗？我在屁里藏着呢。你是人吗你？大庭广众之下你敢放屁啊？呸！臭不要脸。呸他一下，啐我一口，他还不乐意了。我怎么不乐意、啊、他还说句话呢。我说什么呀？哟，大姐啊，您吃屁也吐壶啊？哎，吐壶啊。
谢谢。我们每次演出的时候，第一段是我们最卖力气的时候。对了，今天第一段说了精神饱满，说了一段汾河湾，我估计得有40-50分钟的时间。然后第二段、第三段，一直到第三段，应该是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。状态最好。可是第三段演完，就是翻场的时候，就我们这么多年啊，就是有经验了。翻场的时候，腿是疼的，尤其是脚后跟。你想想他这个画面，他这个身材，好比是两根筷子顶一个面包，他时间长了谁也顶不住。脚后跟疼，脚后跟疼。你那也不怎么样啊，我这也不行，我这你看。细心的朋友能看得出来，我这个脚一直在这样，也在倒脚。对，要不就是这样，就是让这个脚休息一会儿，或者让这个脚休息一会儿。对，是因为站的时间比较长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票已经卖出去了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是为的是让你们开心，让大家觉得这个中秋节，哇塞，觉得过瘾。下一个中秋节，我还是想看他。我跟小月在一起过中秋节，我觉得我值。我跟您在一起过这个中秋节，我也值。所以说我觉得这都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只要朋友们喜欢，我就跟您说。对，接下来还有什么想听的吗？单刀会。哦，单刀会，这老观众了。小苹果，这个小伙子一直在点小苹果，你是不会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上这问问题来了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怎么爱你都不嫌多，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，点亮我生命的火，火火火火火。我不会跳，形体不好，很失望。孙老师啊，我真来不了这。孙老师真的来不了，他就是挣的捧哏的这个钱，真的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他不操那心，也不操那心，也不会说是捧哏，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。我腿撅着塞嘴里，我看您各位还得买张票，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，你说他什么都不会，真的。你甭说这没用，你给大家看一看你的肉好不好？你给我玩去。我们只卖艺。很多朋友都说电视上的孙越那个肚子的肉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我以生命保证，生命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看看，算了。一会儿散了场，小黑屋啊，真的辣眼。你等会儿，怎么什么都辣眼呢？说点别的吧，有什么想知道的事儿啊？聊聊天，聊聊有问题没有？问一问。孙越多少斤？我的天哪！我终于等到了这个问题。孙越的斤数，曹冲都不知道。我是没赶上，他一直说到200多斤，200多斤，可是我目测300斤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真没有，290，没有没有，280，没有没有没有，270，200，啊，我给你还价来了，是200多就跟你走，270，270现在，差不多270，我160，我年前称290了快，是不是？嗯，我160，你等会儿，你说这是血压吧？我也180多斤，他的190了快。17斤那是生下来的时候。又说我。顺产。没听说过。还有没有正经的人？张云雷，小辫儿。张云雷啊，前两天我们单位出了点事儿，是他跳楼了。喝多了。喝多跳楼了。撒酒疯。从十几米的地方往下跳了。相当于4-5楼了。对，就因为太瘦，摔得比较严重。现在已经在康复中了，对啊，没有什么生命。明天我们就能见着他了。是，没有什么生命危险。对，没事了，放心吧啊。对，没有生命危险，怎么会没有生命危险呢啊？什么人这都是？快好了啊！祝他很快的康复。对，没有了吧？什么？什么？我为我700万的时候，咱们一起出去赏月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，一会儿咱们一起去赏月啊！喜剧总动员还能不能拿不了？
识的，我不是我没花那份钱。第一，没有花钱；第二，没有花钱。所以说呢，没有花。孩子，喜剧人关注这个没有钱，这没有钱的事儿，没有钱的事儿、啊。我凭什么花钱啊？哦，我不知道你那边怎么洗摊的，我这边是没花，反正没有没有，怎么会花钱呢？它只是一个节目，它是一个很娱乐公正的，对，很公平公正的，乐了就完了嘛。你说可能真没有人信。最浪漫的事唱给大家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啊。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听音乐聊聊愿望。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，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，也是这个被我深爱的男人。哎，又串了。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。哎呀，我为他保留着那一份天真，他说最爱我的唇。哎呀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待我像从前一样好。如果有一天你说了同样的话，把别人拥入怀抱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哎，绕回来了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一个人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，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我彼此犯的罪，不该嗅到他的美，脱掉一切陪你们睡。哎呦，别唱，谢谢。坐一会儿。我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啊，自古以来说相声没有坐着说的。对。单口还可以，评书还可以，对口相声没有坐着说的。对。原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，给我一分钟的时间讲一个故事，就是我们后台有一个人去找到我师傅说想学相声，一个学员。嗯。那个人呢，一条腿。残疾一条腿，那个腿就是从这儿没有的，对，就是看着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，啊，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问，就是他要跪，一条腿他要下跪，拜师，就立马让我师傅给搀起来了。我师傅问他什么梦想，他说我的梦想就是站在舞台上说相声。我师傅说我不能骗你，我不能蒙你，是因为这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说不了相声，我不能骗你，我也不能害了你。为什么？他说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，是因为观众有一份同情心在里面。观众看相声的时候，如果说你一条腿，如果说你拄着双拐在说相声，你说的再可乐，你说的包袱再响，没有观众笑，这是对观众是不负责任。观众看你有种心疼的感觉，有一种心疼的感觉。所以说你说不了相声，咱不能让观众不舒服，这是我们自古以来的精神，喜剧的精神。那个小伙子含着眼泪就走了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特别难受，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，可是他的权利就这么被扼杀在摇篮里，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。所以说我们在台上说相声，四肢健全，老天爷眷顾我们，那不可能坐着，让我们坐着那是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还有吗？啊，贾玲，贾玲怎么了？贾玲没有，贾玲没来，还真没来。贾玲最近那个作品叫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，特别好看啊。那好，那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当时我那是真事儿。当时我在看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样的作品
被我们赶上了，被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了，我们觉得我们很幸运。确实好，那作品真的，那个作品非常非常好。老妹儿啊，你等会儿啊，咱俩破个门儿啊，你歌也好听哈。对，嗯，我就会这三句，嗯，就会老妹儿。嗯，还有吗？跟李晨搭档，对得起范冰冰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事，我帮他看着范冰冰的，没事，这是有交换的。嗯李晨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李晨挺好的，真的。嗯、有机会，有没有机会跟范冰冰一起合作？哎呦，这说不准吧？嗯，那就是没有。有，应该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、嗯、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呢？对，对吧？还有吗？没有了哈。鹿晗在哪？鹿晗说来是吧？你喜欢鹿晗啊？鹿晗如果来他就应该坐在那儿，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来。四个月，三个月前我就联系他，我说小鹿你来不来八月十五有一场演出。小鹿说我来啊，我特别喜欢听相声，他在演唱会上也学过我。然后我不知道小花，我一直在喊小花，小花走了宋佳，他说出去订饭去了。我小鹿可能也没有来，小鹿还没来。嗯，谁？谁？柳岩，柳岩没有来。柳岩没来吧？没有。啊，你们来了不就够了吗？都谁来了？对呀、啊。我知道宋佳来了，我知道白百合坐那儿，他也走了。剩下就不知道了吧？啊，还有张一白，张一白导演也在吧？在呢吗？杨洋没在，杨洋没在。嗯，没有了，别的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哇，好尴尬。剩下就你们了。哎、嗯？下一站，下一次北京啊，应该是明年了。封箱肯定得来，嗯，应该是，这是肯定来。今年春晚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还没有送礼，不是，哎，还没有收到礼物。不知道，春晚是一个很神奇的舞台。对对对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聊半天了还不够啊？好了，不聊了啊！有可能有的话题朋友们不太喜欢。嗯、对，知太远了。啊，喜欢那就聊。那我，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聊的人。你特爱聊天。换一个角度，大姐，我跟你聊天来了，我这。我就知道你会倒霉的，等会儿。我心中的女神。贾玲是 就一般朋友吧，贾玲是特别好的朋友，我心中的女神。我说实话啊，我从小就喜欢一个女歌手，叫做王菲。哟，王菲，王菲好像来过现场，她来过，来过，她来过，在保利，保利。王菲学一个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那学女的真像。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，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，想你是你在天，词儿不对。想你是你在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你是你在。好了，就是差不多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，夕阳又是晴，黄昏又花衣，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
王菲，我真的从小就喜欢她的歌。她确实是喜欢王菲的歌。八月十五今天过节了，团圆的日子，常回家看看。这首歌我都不太会唱，反正那你说的干嘛？唱两句，唱两句，来两句。妈妈的吻吧，好吗？这首到底什么呀？妈妈的吻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。常回家看看，唱不好。献给今天所有的父亲和母亲，因为八月十五了，是一个团圆的日子。如果说没有给父母打电话，明天就打，好吗？八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。哎，能绕过来就不易。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我那可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，过去的时光难忘怀，难忘怀。再还妈妈一个吻，一个吻，吻干那思儿的泪花，安抚她那孤独的心。妈妈的吻，纯洁的吻，叫儿思念到如今。妈妈的吻，纯洁的吻，叫儿思念到如今。那个宋情郎唱给大家，有请我们今天所有的演员，好吗？来吧，因为时间真的是太晚了，我八月十五，我特别想给大家多演一会儿。可是我放眼看去，后面已经很多人都已经消失了啊，因为太晚了，没有办法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十一点多了，你想想，我实在想回家。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我的师弟，介绍一下啊，我的师弟张九龄，这是九字科的大师哥。我的师弟王九龙，还有这位兄弟叫孙九香，对，孙九香，李云天，我的第一任搭档。石爱东，刘鹤春，就是那个喇嘛啊。嗯。今天的主持人王彤，宋情郎唱给大家，会唱的一起唱啊。一步叫你又来呀，二步叫你愁啊，三步叫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，小妹妹的兜兜本是一个金锁链啊，情郎哥的兜兜把了包他肚筋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洞啊，偏赶上这个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儿好啊，下小雨儿留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水腰中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呐、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张火车票啊。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上一根中华烟呐、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西呀、啊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
有一个卖梨的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梨两个呀，又想起身子虚吃不得那凉东西呀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北呀，一抬头我就瞧见了王八驮石碑呀，若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他说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么感谢浦发银行信用卡对本次活动的冠名。相声桌子挡住了腿呀，别唱，谢谢，明年再来。